家早啊！今天应该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。那银尘倒是没了，但是感觉尘螨又开始起来了。那这个是现在台湾气候的一个情况。那它本身是不是能够改善？其实我觉得是蛮难的，因为风力发电其实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，在自然科学里面，风力发电以后这个海边的风力发电对气流的影响，这个我们要过一阵子才会知道。但感觉上它会造成旋转的气流，这是我觉得西部海岸线现在会有比较大的混成的最大原因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因为昨天跑出去玩了，那今天当然就要赶快去巡视一下，因为昨天没有巡视的菜圃果园啊，总要先去看一看。那今天有没有想要做的工作呢？其实是有啦，有做不完的工作，但是那先不要做计划吧，我还是先来去看看我们今天要行访的地点，先整个检视一次，那再来安排今天要做的工作吧。 OK，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我们准备开拔出去巡视农场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可不是吃素的螳螂。螳螂本身来讲，为什么叫益虫？因为它可以啃食昆虫，而且这些昆虫呢，可能都是一些蝶类啊，这些会散布毛毛虫的这种叶菜类的杀手。那螳螂就是能够消灭它的，应该是杀手级的人物。好了。今天让大家见识一下，螳螂是一个肉食性的，不是吃素的。好，大家好，时系的变化了，造成今年丝瓜了，它现在才开始又复活了。所以论事业的种植方式呢，到底要怎么样才是对的？我想这个很多东西，还是经过了实作以后才比较容易理解。那总之呢，现在的丝瓜呢又开始生长了啊，这边可以让大家欣赏一下我的丝瓜开花了，又有丝瓜可以吃了。原本想说今年丝瓜可能就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润丝业中呢失败收场，没想到它竟然继续开花结果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 OK， 今天的意外篇吧。苦瓜也不落人祸，它也是继续的开始生长。这小小的每一个小小的一小颗呢，都代表了一颗苦瓜。那还真的不错，它还是继续勇敢的生长着。那也庆幸呢，没有把它除掉，让它继续的茁壮长大吧。加油，干巴爹！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莴苣田，发芽力呢还不错，显然它种的位置还是不错的，这个小小田畦也立了不少功劳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的空心菜的园区。那空心菜其实整个长起来也是还不错，还算蛮能接受的，因为这是直播，然后最近又跑出去玩，没有跟它浇水。那今天等下来跟它补充一点水。那这边呢是玉米的部分，那还没有看到它们发芽，那我想这可能还要再过一阵子，那有发芽的部分呢就只剩下这一颗。 OK， 好了，我们先来浇水，等一下再去看一下苋菜苋菜区吧。好了，这边是苋菜，那也还不错，长得还算能接受，
啊，这就等他们继续来吧。那今天顺便看一下秋葵，啊，秋葵呢是真的长得不错，已经1.67米左右，也就是秋葵的生长期了，到这边已经快接近尾声了。那我们整个农场里面呢，就要接下来就要等落笋，它后面的落笋，啊，落笋到现在都还没开花，也是蛮奇怪的。OK， 我们今天的这个惊奇就先到这里，我们等一下再接着看看其他的咯。啊，今天顺便来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种的这个百香果，啊，看起来生长得还不错，因为它的芽点还是存在，而且真的是顺着我的绑的这一条绳子要往上窜，它只要窜上去，以它现在百香果只要叶片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呢，就是会开始开花了。所以理论上来讲，这棵今年长上去可能会不负我所托，就顺利的长成也不一定。那这是被山羌破坏的苗，把它打开以后呢，护土，希望它能够顺利长大。那又种了两棵陪它，这两棵也长得不错。那最近可能山羌食物比较多，就没有来了。OK， 我们再去看其他的咯。走路的过程呢，还是有碰到我的百香果宝宝，我还是有看到，就尽力的把它淘淘汰，毕竟呢，我要吃到它的百香果，还真的是需要它。OK， 好了，反正有看到我们就套一下，没看到也就算了。OK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有谁可以知道，秋葵为什么原本长得好好的秋葵，现在结出来的果实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在想是变种，但是也很奇怪，它原本都可以长秋葵，怎么现在长成这个德性呢？难不成它又恢复到它原来的未改良的秋葵的延伸吗？啊哈，不知道，看看有没有一些先进知道这是啥原因，不妨告诉我一下，谢谢你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神秘果，有时候我都觉得太神奇了，所以你只要花时间，所有的植物呢都会给你很不错的回馈。你看这一颗神秘果种了将近十来年有吧，那买的回来的时候很昂贵，但现在它已经长那么高了，回来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十来公分而已，而且还非常昂贵。可是我买的时候是最便宜最便宜，它最小的最小的那一颗，结果我好高兴，它终于长高，而且结果累累，真是棒透了。光是这一颗，我想现在如果有人要来买的话呢，这个没有上万可能也买不走它吧。嘿嘿嘿嘿嘿，不错不错。 OK。